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在课程当中啊，常常会引用啊《礼记·学记》的教导啊，这个算是老祖宗留下来啊很完整的一篇呢、啊、教育哲学。等于是我们在教学中 有没有在运用这些教导、啊、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啊、都非常管用的、哦啊、其中有静于未发之谓预、啊、这是预防法、啊、我们现在为什么处理事情呢都觉得有相当难度啊！啊，因为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才来处理、啊，那当然就困难了。哦，所以这个预防法重要了。好、哦，我们看到重视胎教的家庭啊、哦，孩子到学校读书了。啊，同学拿比较乱七八糟的这些漫画书啊，哎，他们一接触啊，不舒服，不相应，哦，那他是从胎教开始下功夫的了，哦，所以他免疫力比较强了，啊，非圣书秉物事，必聪明坏心智。那当我们觉得处理这些问题很难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有负面情绪，不应该气馁。啊，我们父母老师 要想起亡羊补牢啊，犹未晚矣啊。哦，尤其啊，父母陪伴孩子那么多年。啊，用的方法不妥了，啊，控制啊，要求啊，哎，可能到十三四岁了，有逆反的现象啊，啊，我们能体会到，啊，因缘果，啊，还是自己这几年呢，心态方式不对。一觉得自己不对呀、啊，一反省，哎，真心就现前，哦，就不会一直盯着孩子的错，一直在对立指责，那就恶性循环了，哦，所以要化解掉啊，现在所有啊，我们所面对啊这些人事的境缘。真的还是要，哦，所谓回首如意啊，啊，佛法是内学呀、啊，要回过头来了，啊，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哦，修行人应该是越学越惭愧啊，啊，好事与他人，坏事向自己，啊，一定还有我做的。不到位的地方，老和尚常说啊，啊，学佛呢，首先呢，学吃亏，啊，吃亏啊，才能扩宽心量，啊，遇到家庭、工作上的不如意了。首先反省自己，首先把过揽过来啊，这个不是傻，这个是用真心啊！啊，你不把过揽过来，接下来发展是什么？
互相指责了。哦，你说我错的少啊，他错的多啊，他错八分呢，我错两分呢。你看人的心量都很会计较啊，扩不开了。哦，我们会生烦恼啊，一定是我们的心量不够大，不能容忍，就生烦恼了。哦，所以这个忍辱啊，对治嗔恚啊，我们一有情绪就是嗔恚的，这个妄忍，不放人家的过失，宰相肚里能撑船呢？哦，你说宰相肚里能撑船的人会没有福报吗？哦，量大福大。哦，我们真的要跳出人与人的这个恶性循环，互相指责真的是恶性循环，多苦啊！况且我们还遇到当生成就的佛法了，哎，继续随顺情绪啊，会把我们这个当生做佛的机缘啊断送掉了。所以要冷静冷静啊，不能感情用事啊。那我们思考啊，其实感应篇当中啊，历史人物非常多啊，几乎每一句经句啊，最少也有两三个以上的真实历史个案给我们启发。啊，尤其到了忠孝啊，这两个德目，哇，那太多太多了，主要是正面的例子。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啊。哦，唐太宗的名言哦，啊，诸位仁者，唐太宗的名言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啊，我们要成就家业事业。不能不学唐太宗啊，他是做之君很好的榜样。我们要扮演好每个角色，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这个精神一定要效法。哦，这个做之君，唐太宗有很多学处啊，其中一点啊，他能求见呢。不只是纳谏了，他还能求见了。哎，我们啊，这几个月啊，哎，有没有找同仁、下属来商量，是吧？哎，再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啊，这个也是诸葛孔明啊，他的成就啊。那这个是举世公认的，哎，他能够啊，勤工无之缺，啊，他请下面的人呢，哎，多指出他的缺点来，啊，而且是集众思啊，广忠义，啊，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集思广益啊。哦，我们现在修行人呢要很敏锐，哎，敏锐自己的念头对自己身心的影响啊，你念就一句阿弥陀佛啊，念佛即是遇光时啊，遇佛光了啊，珍重此时莫空过，你真的感受到了，你一有时间就念阿弥陀佛啊，又感受到啊，一个跟人对立的念头起来了，指责的念头起来了，对身心的伤害啊，甚至于是愤怒的话出去了啊，
后面很难收拾了，经一事长一智了，不这么干了。啊，你看同样是一个念头，延伸出来的结果。啊，哎，一句话，一句佛号或者一句带情绪的话出来，同样一句话，影响天壤之别。哎，这个是对呀、啊，啊，自己身心了，哦，包含你去感受对团体的影响，啊，哎，集思广益了，啊，每个人人生的智慧，都因为你的态度啊调动起来了，哦，还是一言堂，啊，那这个气氛就很压抑了。没人敢讲真话了，哦，修行人呢、啊，对这个看不到的了，哦，要敏锐了。好，那我们从历史当中啊，其实这个人世间没有新鲜事了，啊、哦，我们假如历史读得多了啊、哦，哎，你今天。工作上发生什么事、啊、可能历史当中都有相似的情境可以给我们知道、哦、所以读历史、啊、长见识，所谓经史子集、啊、四库全书四大部分、哦、啊，刚刚说静于未发，这个不要等到觉得很冷的时候啊，这个装备再装上啊，可能就感冒了啊。这个时节因缘呢，也要小心。呵呵哎，啊、哦，但是呢，啊，现在觉得还是去极乐世界好。穿多了热，穿少了又冷，哎呀，这当人真不轻松。上半夜又怕热。下半夜怕冷啊，这些都是在鞭策我啊，赶快到极乐世界去了。哎呀，这个世间无常，变来变去的。哦，到极乐世界，无有四时寒暑余冥之意啊，宽广平正，微妙奇丽，超于十方一切世界。啊，这个是十报庄严净土。阿弥陀佛、哦、所以我们遇到人事环境物质环境不要生烦恼，都生求生净土的心，这样就对了。随时菩提心没关系、啊、再让它热一下冷一下，我很快要去极乐世界了、啊这再长也就、啊、二三十年吧，咬紧牙关啊，此生正无量寿啊，都不抱怨人事环境啊，我们也不抱怨物质环境啊。哦，那这个读子啊，经史子，哎，子呢，哎，他对经典呢、啊、进一步的诠释，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啊？比方说《阿弥陀经》，哇，又有莲池大师疏钞啊。又有藕益大师要解呀、啊，哦，哎，每个朝代都有那个朝代，哎，真正深入的人呢、啊，应机说法，啊、哦，诸位老师啊，你有没有曾经看过古人谈教育啊，谈到手机这一件事情了？哦，那这个是这个时代新的东西了。啊，那你看，我们现在要诠释这些教育理论呢、啊，手机要不要提出来？啊，你不提出来，现在大部分的孩子都面对这个问题了，这叫静于未发，你不教都不行了。哦，所以诸位仁者啊，啊，我们都可能是、啊、这个时代。
经典的诠释者哦。大家不能一看，老和尚讲经讲得这么好，就老和尚去讲就好了啦，刘树云老师去讲就好了啦，我就不用讲啦，不用深入经教啦。大家觉得这个念头对不对啊？有没有道理啊？看老和尚说请佛住世啊，先请谁啊？求人不如求己啊。尤其我们想起这个佛陀那个时代的一个故事啊，其实这些故事啊可能都是佛菩萨来配合表演给我们看的。阿难尊者、迦叶尊者，迦叶尊者头陀第一啊，那可能都是古佛再来表演的。那我们懂得以苦为师啊，不能过奢华的生活啊。那阿难尊者的表法就多了，其中勤转法轮啊，你看那么多经典都是他老人家祈请的。大家有没有曾经，比方团体里面呢，好多人想问一个问题，结果都没人开口，但是你知道，这个时候你问还是不问呢？假如没有问，那就对不起阿难尊者的表演了嘛，他表演给我们看的啊，我们要不要练习说话？提升说话的涵养啊，技巧啊，那这样才对得起子贡啊，是吗？哇，你看子贡多会讲话，不能让他们白表演了你看这么多佛菩萨圣贤人，为了谁配合了这个千年大戏你看几千年的大戏。为谁配合？为谁表演呢？为我啊！哇，你假如体会到了，你就不愿意辜负他们了。那我们提这个城东老母啊，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吧？因为他住在佛陀精舍附近啊，弟子们就说了：“佛啊，这个老人家离你那么近，年纪大了应该……”赶快给他说法嘛，是吧？无常啊，那佛啊，恒顺众生啊，弟子都提了嘛，然后啊，这个啊，比方说啊，佛到东边去找他了，他就往西门走了，佛到西门去，他就往东门走了，都跟佛陀啊反方向走。不肯见佛啊！后来佛呢，实在没办法了，现神通啊！他的周围都是佛啊，他就蹲下来不看佛陀。他就扇子一扇遮住脸了。哇！弟子才知道，哇，缘不具足啊！所以佛有三不能呢。其中一个就是佛不度无缘之人啊，但是我们不能听了这一句话又执着这一句话了。哎呀，他跟我无缘了 你不会造缘啊你看老和尚接受李炳南老师教导，你们要结缘每一次慈光图书馆开课了买包花生米啊！人家一进来听课，送个两三个花生米，就结缘了嘛。所以不能常常拿着这些事例啊、经典啊来掩饰自己呢。不积极利益众生的心不能这个。合法掩护非法比方说就是不肯勤劳念佛，就说偶益大师说的
往生品位在持名之深浅，没有说多少啊。哦，你把藕益大师跟老和尚的开解拿来做你的借口。其实啊，你真念了就知道啊，有念跟没念呢、啊，差多了，这是自己的程度啊。有拿佛珠没拿佛珠差多了啊！我自己只要没拿佛珠了，常常就忘了，就失念了，失了正念，失了佛念了。啊，人呢、啊，最怕的就是自我骗欺骗了，你骗自己了，谁也不好再插嘴了。哦，所以，哎，佛也是恒顺弟子要求呢，展现，哎，这老人家跟我缘不具足，哦，然后啊，哦、就派，好像是阿难，哦，还是哪个弟子啊，啊，一去啊，去到这个城东老母家，老人家高兴的不得了啊，马上盛情款待他，啊、哦，然后他一说法。哎，这个城东老母啊，就得度了。过去生有缘啊，诸位仁者，这个故事听完了，我们会有什么思维啊？哎，哪一些亲戚朋友啊，跟我有缘呐、啊？啊，可能是我要去护念的。有缘人啊，这个才是这个故事啊给我们很重要的启示哦。这故事要会听啊，历史要会观察，我们才能得利益啊。哦，所以善思维善观察啊，为什么老和尚有一篇开示善学佛法与传统文化，这个善知就很重要了、哦、你看年轻的老师假如善于观察，很有经验、哦、的前辈，哇，那你教学态度啊能力啊那提升的就很快了、哦、包含你会观察孔子怎么当老师的啊，佛陀怎么当老师的？老和尚怎么当老师的？哇，你每天这样观察，领悟多了，啊，哎，观察到了，又去效法，啊，那你每天在法喜当中了。哦，孔子说有教无类啊，因材施教啊，哎，很有味道，教学相长。哎，我们有同仁，哎，他之前准备啊，啊，汉学英文，啊，这想准备啊，哎，应对的是，哎，可能是，啊，从小在海外欧美的华人，哎，结果后来报名的，哎，是一个印度，哎，这个意大利的后裔。又在英国成长、啊、又在美国读书教书、啊、结果你看他很好学，60岁来当学生了，呵呵，已经当到副教授了、哦、又来学汉学的，哇，你看对象不同啊，整个应激啊不一样了，以前所准备的用不上了，随时要针对他的情况备课。大家注意啊，以前准备的是这一次用不上啊，以后用不用得上啊，没有白费的哦。哦，这个功不唐捐哦，不要因为现在用不上了就气馁。哦，所以我礼请我们这个同仁呢、啊，说你这2个月这一门课教下来啊，可不可以请你讲一堂？教学相长。
哦，它一定很有提升的了，随时有观察到，哎，这个学生的性格啊，学生的背景啊，哎，他提出的问题呀，哇，你完全都要应他的急了。好，哦，而且呀，我们不落在呀自己的感受上，你就不会起情绪。你只要念头啊，是在这个学生的受用上，你都是为了成就他的心呢，你在准备的过程呢，都是欢喜的，是慈悲心啊，用真心生法喜。修功德，哦，你看，哎呀，气死我了！准备了都用不上啊，你就烦恼做主了，而且这样的因缘呢，这样的学子啊，是最适合弘扬汉学的。我们华人还不见得比他好弘扬，是吧？你看，华人一讲，哎呀，那是你们的东西啊。哎，可是他的身份一讲，哦，你自己本身，哇，还是人类学学了那么久了，你为什么还学汉学呀？人家就好奇了。那他又以人家习惯的背景、习惯的遣词用句，他就是在这些地方成长的，最适合把汉学弘扬出来的。师资力量啊，应该是在海外啊，这些我们华族以外的人呢、啊，哦，你想到这里了，你就越教越欢喜了，所以同一个情境是欢喜还是烦恼，就是自己的念头好，好，那我们这个提到。来看历史，我们引以为戒呀。接下来讲到的都是历史故事啊，正反呢都能给我们启示啊，所以老师们在课堂当中呢，把这些故事啊很自然的融进去啊，哇，那。孩子的老师就多了，历史当中正反的例子，都到他的生命来指导这些孩子了，不怕教不好刚刚提到的是敬于未发之谓欲，当其可之谓时，这叫即时法。那大家有没有在重要节庆当中有这些应景的教学？比方中秋节，大家用上没有？比方昨天是重阳节哟，9月9日，忆山东兄弟啊，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个重阳节的精神呢，是尊重老人，九九重阳啊。九这个数字是长的意思，这数当中最大的，所以在这一天庆祝啊，本身也是对老人的尊重，那汇编里面就有提到了啊，经文里面也有提到了，金孤恤寡，敬老怀幼。
那我们老师们呢、昨天有没有跟孩子们探讨尊重老人这一块？哦，当然也不是这一天才讲啊，平常有出现啊、哦，比方看到一个同学牵着他奶奶走路啊，这个时候叫及时表扬啊，这个及时很重要，及时肯定啊，及时处罚也是必要的啊，哦，不然他会越来越嚣张了，那不行的。我们翻到啊，这个汇编呢，293页，啊，你看这个老啊，高年有耻之人，啊，老就代表说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了。那为什么用尺来表示年长呢？哦，因为这个马牛啊，哦，它增加一岁啊，它会长牙齿啊，哦，延伸啊到这个人啊，年纪大了啊，也都是用有齿啊来表达。那我们看到呢，年长的人呢、啊，他人生的阅历久，经历的事情多，哦，《了凡四训》里面提到了，举凡年高，这是年龄长；位高，他地位高，他当官呢，利益不少人民。我们要尊重他，德高，德行好，还有士高，见识广博的。大家有没有遇过，跟一个人谈话，感觉到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个是有见识的。好，那老人家这么有人生阅历，我们应该尊重啊。应该多请教啊！敬者啊，至诚深爱啊，很真诚的来表达我们的爱敬啊，敬仰遗安啊，敬我们的力量、啊、来奉养啊，让老人家呢晚年能够安乐。哦，每一个老人，他都为他的家庭。为这个社会付出了，哦，所以后面都有提到，这是我们几千年来的传统敬老，我们这个民族的特色啊，就是知恩报恩。你看，祭祖知恩，敬老也是一样的，哦，或者一念一事啊，啊，每个念头做一件事啊，不可以。欺负怠慢老人，啊，这个也是恭敬的具体落实了。哦，我们说五福啊，这个寿命居前呢，啊，居前有没有道理啊？啊，就好像你拥有其他的是零啊，寿命是一啊，啊，你一没有了，后面都没有了，后面的零也不起作用了。哦，而且年纪大了，啊，就等于我们的父辈了，老又敬于父啊。哦，那他能那么长寿啊，不是偶然的，有果必有因呢。啊，绝世啊，前身有根器，前身有修行了，今世肯积德的人呢，才能长寿啊。况且啊，凡事练达，
他人生阅历很多啊，正可宜行啊，我们可以效法学习的地方很多啊，啊，取裨益不少，对我们人生会很有帮助啊。大家有没有观察到，老和尚年轻的时候交的朋友都比他大一倍，甚至大两倍。还朱经做老居士，老和尚讲经好多故事啊，都是从朱老那里听来的。你看，包含以去拜见李老啊，都是朱老推荐的。你看这些人生重要的因缘啊，都是老人家护持他的。你看，包含张家大师啊，谁介绍的？蒙古的亲王啊，那年龄都比老和尚大很多了。假如不是老人家那么尊重老人，怎么会赶来这么殊胜的缘？老人都有阅历的了，看这个年轻人举止态度不一般，都主动来协助的。哦，这个青瓦看老和尚，哎，你在看佛书啊？啊，要不要找人指导啊？就介绍张家大师。哦，所以怎么可以怠慢老人呢？但是世间的人呢，有时候看到老人觉得，毕竟年纪大了，有时候记忆力没那么好了，想事没那么灵敏了，就昏冒了，还有动作比较慢嘛，笼中了，可能就产生了有一种厌恶。那这样呢，就要侮辱他呢。那这样的态度啊，就不肯了，恭敬小心的来奉事了，来尊重了，亲近侍奉了。不知道啊，世间有说了啊，这个也都是因果，敬老得老啊。重尊敬老人的因呢，才能得长寿的果啊。我们常说福田心根呢，这个福田大分三种，恩田、悲田、敬田。你看爱敬老人算哪一种啊？恩田也算了，你看对这个社会，对我们的家庭啊，悲田。年纪大了，你要多爱护他，体恤他的不方便，还有恭敬老人。再举历史啊，宋朝杨大年，弱冠是20岁啊，就中状元哦。你看那才华达到顶点哦，考上状元了，与周汉、朱昂啊同在晋邑哦，都在皇宫里办公啊。两公皆老，这两位官员年纪都大了，但是这个杨大年呢，常常轻慢他们，侮辱他们，结果这个周老就说了：“啊，君啊，莫侮吾老啊，你不要侮辱我们老了，老终轮到君呐，你也有一天会老的。”这个朱昂先生摇手曰：“哎呀，不要跟他说了，不要跟他说了，免得啊又让人家侮辱了。”我们看到这一句摇手曰：“哎，我们有没有曾经做到啊，让父母、让老人看到我们说，哎呀？”哎呀，别讲他了，哎呀，共博啊吧，共博，讲没有用啊，哎呦，那我们就折福报了哦。要让父母老人安心啊，不能让他们摇头啊。结果啊，这个杨大年果方壮，
三四十岁啊就去世了，而卒了。哦，吾愿少年轻薄子啊，年少不懂事啊，轻薄的人，读此案，读到这个公案，能够幡然改悔，改正自己，复存厚道。厚道啊，对待老人，对待他人，凡遇老者啊，存平等心，啊，平等恭敬。尤其我们是要去极乐世界，礼敬诸佛，啊，平等恭敬一切人。啊，从哪里练起啊？从老人，啊，从父母啊开始，啊，不论富贵贫贱。不论他是什么身份，务要有一段爱敬之意。我们真的行乎其中，真的发自内心爱敬老人，则皓首旁眉，己亦有份矣，你也能够很长寿。这个明太祖啊，有给礼部，礼部是教育部，小玉，教育部啊，上此就是尊重老人，从上嘛，尊崇老人，这个是教敬，侍奉长辈啊，所以教顺，而且是于就是大顺那个时代。夏呢，是大禹，商是商汤，周是文武，创立的这几个朝代，莫不以此为上，所以这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每个朝代尊重老人，所以养老之礼啊，未尝废啊，所以因为有这个传统啊，所以是以人心与孝悌，懂得孝悌。你看到别人对老人，甚至对你自己父母很恭敬了，你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我们之前在庐江，接触到当地百姓啊，很主动的去关心这些老人了。结果他们家里这些子女就不好意思了，所以人之初。性本善，所以能心孝悌。那老人家都表演给我们看，老和尚啊就回想他小时候啊只要过年了，会给当地老人祝福，买东西。老和尚回想一下说，换算差不多啊，当时候人民币啊50块钱。就给老人颁敬老金啊，70岁以上送一只龙头拐杖，很感应哦，我们做的跟这个老祖宗教的一相应啊，我们说孝悌之志，我们现在要孝顺这一方的老人了，结果天气报道啊，要下雨好几天呢。我们同仁呢就很真诚告天商量一下可不可以我们去发钱跟龙头拐杖不要下雨。结果真的那两天呢，我们这里没下雨，周边都下雨。发完了呢就下几天雨。因为那个雨神呢，他是有责任额的，他也要这个把他工作要做圆满了，但是你看这个上天呢也讲人情了，他也随喜啊，这个事情重要，结果就有老人呢把老和尚供养他们的敬老金啊。就放在他们祠堂上那个桌上，
哇，这个老人也很有智慧啊、哦！你看，老和尚的一个善行啊，哎，他拿来啊，让子女们都知道。哦，你看这一位老和尚啊，你看这么尊重我们老人，哎，他不舍得花供在那里了。好，好、哦，所以兴于孝悌啊，风俗淳厚。治道隆平啊，这个治道就是整个国家的治理啊，就兴隆了，哦，就平安了。哦，而其以正命生之，哦，那等于是交代给教育部了，哦，然后再行于啊全国。啊，以前啊这2000多年呢。佛教啊是皇帝直接抓的，哦，儒家这些传统啊，这个是礼部、教育部抓的，哦，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好，啊，我们这个再看呢，《华严经》啊，这个经文都比较长啊，大家有空可以看一下啊。但是我们读起来都会感受到啊，哦，佛的慈悲啊，对老人的慈悲啊，当然也是对一切众生，都希望众生健康长寿啊。你看，愿一切众生发菩提心，具足智慧，永保寿命。无有终尽，佛希望我们这一生就无量寿哈，哎，这个是可以修成的哦，哎，咬紧牙关，不要随顺习气了，此生正无量寿，啊，愿一切众生具足修行离老死法，不要再有这些老病死的痛苦，我们这个法门呢？是预知实质哦，活着走的不是死哦，知道佛要来接了哦，不死之法哦，这一切灾毒不害其命，都是对一切众生的祝福啊！愿一切众生具足成就无病老身。那当然，这个要多修无为布施啊，得健康长寿了，寿命自在啊，能随意住。哦，愿一切众生得不老不病，常住命根。哦，当然这个命根当中啊，最重要的是慧命啊，法身慧命啊。哦，何其自性本不生灭啊，我们的真心是没有生死的。这个身体是个工具哦，不要误会喽。哎，好，我们勇猛精进啊，入佛智慧。好，由此观之啊，年老之人啊，这里也有一个提醒。好，当然啊，我看上去啊。诸位仁者大部分也都是进入秋天的，40到60是秋天，我们也要有一些警觉性，有点年纪了，假如已经是冬天了，那警觉性要更高了。年老之人呢，如日影闲山，就像日落了，日落西山了，光阴有限了，若不火急修行啊，将何以为西归之住乎啊？不好好修行啊，这个往生的资粮啊，积不上来了。正住双修啊，正修是念佛，住修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好，在哪里积功累德？敦伦敬分当中。其实我们还会浪费时间呢，就是我们对尽本分不够重视。比方说，我们今天
教书，我们希望好好教学生，都会感觉自己智慧学问不足，一有时间啊，赶快提升啊，才能把我这个角色扮演好啊。哦，包含真的有这一份情谊啊。哦，为什么黄老说无情不能修道？你没有情谊，你怎么去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不可能的。哦，那假如我们有这一份情谊了，那现在多少亲戚朋友需要帮助啊？尤其需要接上5000年老祖宗的智慧，他才知道怎么去处理他所面对的家庭事业的问题哦。可是我们要去护念亲戚朋友，我们要不断提升哦，不然我们有这个心呢，心有余力不足啊，就遗憾了。就不会浪费时间了。哦，你看以前当父母的人对子女很有道义啊，很有责任心啊，还兼职啊，父亲怕家里不经济不够啊，要兼一份工作，很辛劳，都不辞劳苦啊，这就是道义了。哦，所以我们在本分当中啊，积累往生的资粮，这个是助修。哦，所以若不火速修行啊，这是提醒我们的。啊，净土法门呢，是易行道，不是容易去的意思，是比其他法门容易。哦，哦，所以这个显安大师说了。西方净土啊，非悠悠善善所能至。我要往生极乐世界做佛啊，不是悠悠的善，哦，是断断续续在行善，有一件没一件的，应该是要什么时时用真心啊，随时都在积功累的。修行最怕的是什么？间断。念佛常常间断，善心常常间断。哦，这要往生极乐世界，怕资粮不够啊！啊，因为一断就开始造业了，轮回心造轮回业了。嗯，哦，所以万劫生死啊，我们现在要告别万劫的生死轮回啊。非因循懈怠所能脱啊，我们还是因循苟且啊，那怎么处理万劫生死啊？啊，我们又不精进，就往后退了，不进则退了。哦，所以这一段提醒啊很重要了。哦，要勇猛精进了，对治懈怠。哦，我们看下一个王斌啊，年少啊，身体很不好，所以疾病急了，自愤呢，哎，他自己能料想得到，寿必不永，寿命不长了。哦，啊，这个啊，我们还是尽量啊，用这个原文来跟大家交流。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啊，这个读原文啊味道比较浓啊，你翻成白话呢好像有点稀释了啊。哎，好，啊，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学生文言文越来越好啊，那当然还是要我们身教带动啊。哦，哎，他自己觉得自己寿命不会长了啊，所以凡见老人，哦，一直只要见到老人，哦，每一次都是很恭敬，随喜他，哦，很羡慕他，啊，过其门者啊，刚好经过他们家呢，虽见背
毕其利，虽然他没什么地位，他对他也很恭敬，都站起来。在路上遇到老人了，一定让老人路，行必让路。后病渐抽，就渐渐痊愈了，力愈壮，力气也越来越大。所以假如我们觉得身体一直不好啊，要多尊重老人啊，多行善啊，整个福报会转过来的啊，力愈壮啊，寿至93啊，活到93岁啊。看到这里啊，我也很受鼓舞啊，好好效法众趣缘以见机啊。我们看下一个例子讲了，随时一生，隋朝时候有一个出家人，年百余啊，活到100多岁，深解法华妙义。我看到这一句就想到老和尚说的，他很感恩呢，佛菩萨给他这么长的寿命啊，才能把无量寿经汇集本能解得这么深呢、没有那么长的寿命呢、可能解不了那么深呢、所以我们也要好好修长命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啊，护念有缘众生啊。常告众曰告诉大众啊，贫僧敬老人如父母，这是我们可以效法的地方了。视之如菩萨，侍奉他像侍奉菩萨一样。老和尚讲经也是讲啊，一切众生过去父母，未来诸佛。梵王经说的，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啊。其实这么做啊，都是依据佛经的指导了。凡可自立啊，无不尽心。老人需要尽力去做。老和尚当时候在普里的时候，伺候的都是老人家，出家在家都有，尽心尽力。不止这样哦，一天还拜800拜哦。而且还给这个优希大师、圆中超、阿弥陀经要解，老和尚还做客判哦。禅公请他做的，他都尽心尽力哦，才有后面那么大的福报啊！清净离老10年啊，能清净善知识那么长的时间，那是很大的福报啊！所以今天得通佛法，享年久远，皆敬老所致。是敬老得到殊胜的果报了，所以大众人等不可无老，以损福寿啊，不能不敬，甚至侮辱老人呢、折损自己的福报跟寿命了，所以，这一位高僧呢，言语很恳切呀、名利场中，弹指便过啊。还当于自己份上做些功夫啊！这个名利啊，世间的一切啊，都是过眼云烟呐、带不走的、在自己身上下功夫是带得走的啦。否则啊，即以空来人世，浪走一遭啊，白白来一遭了，而且还造了很多罪业，就不好了。所以于诸佛所谓啊，愿我寿命长，勤行一切善，愿我福德甚，广济一切人之说，
聚错过了，啊，等于是我们都贪恋世间这些，就把这些应该啊行的善都给错失掉了，啊，而且啊感叹年轻人呢，皆皆少年呢，但知富才，啊，就是以自己的才华致富啊，啊，轻侮老辈。我们这个有时候一不小心呢，会冒哦，啊，虽然这个《太上感应篇》我们可能读下来，啊，啊，我曾经遇过一位同修啊，他读下来说，基本大部分我都犯了。我说啊，你还活着，你祖先的福运太大了，你要赶快改过了。哦，那有可能我们读起来觉得，哎，好像我没有犯。其实啊，行为没犯了，念头有没有？有可能还是有的。啊，真的，我们在团体里都是大公无私吗？有没有一点小不舒服啊？有没有嫉妒哪个人呢？有这个心念没有啊？你心念没有调伏，慢慢会发展成言语哦，行为哦。哦，所以不能读下来都觉得自己都没有，除非你把心念都砍断了哦，不然真的都是提醒我们哦。啊，比方说父母在问我们这些电脑操作啊，科技产品啊，啊，问了两次三次了，我们有没有起情绪啊？啊，甚至有时候忍不住了，哇，嘎这边啊，好吧，教那么多遍了，啊个没要，还不，哦，这个就会伤到老人心了啊。哦，我记得啊。这个啊，自己叔家奶奶啊，这个老人家常常会念自己的女儿啊，啊，女儿是小棉袄嘛，哈，啊，很贴心啊。哦，哎，结果我奶奶就提出来，哎，叫她打电话。哦，以前那个电话是这样拨下来啦。哦，你要教她。怎么拨通啊？啊，教很多次的。哎，哦，这个我们都要在这些地方啊，这个真的落实啊，啊，敬老啊，哦，所以不知啊，受为天之所予啊，啊，哎，老天为什么会给这个人长寿啊？哦，还是自己修来的了。你看，老为王之所敬，啊，这个年长为什么为世代君王所敬重？哦，这个都我们都要能体会啊。所以，纵有多才呀，难到其地呀。你纵很有才华，你不懂得尊重老人呢，也不可能长寿的哦。好，啊，这个是。跟大家提到，我们说当即可之谓时啊，哎，那我刚刚汇编这些，我们引导孩子啊，让孩子从小啊对老人就能提起感恩啊，他们为家庭、为社会的付出啊，哎，提起。对老人的尊重，哦，还有对老人的一种体恤、柔软，哦，因为毕竟他动作比较不方便，嗯，好，哦，那我们的孩子种下这个善根呢，必是有福之人，必是长寿之人。
好，那之前呢，我们提到了总纲，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啊，如影随形。都是自己感召的，跟别人没关系了。接下来是示警，提醒大众。这个示警有示跟鉴察。示当中呢，这个以一，我们以老和尚感应篇科会，丙一是总名，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其实这一段呢，就具体说明了我们熟悉的那一句“举头三尺有神明”了，而且还不少哦。好。这个夺人算可能是夺他的寿命，夺他的福报，就要看他犯的罪过。那上一次呢，我们有举了这个明朝王用于先生的事例。这个是在56页，我们上一次是讲到他的情况，也是他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保佑的，但是他因为呢孝道不足，被降2级了，晚了2次才考上。接着呢，他有关心到考上的人呢，结果帝君有说到了，这个在57页第4行，同舍周集，这个是同乡里的周集，荆轲本省解元也，他是省的考试，考上了是举人呢，而且他是考上第一名了，解元了，而且呢，在他们乡里就是舍中为吉最循诺，就是比较恭敬谨慎的，诺也有点比较胆小软弱，而且他的写的文章比不上其他的人，所以这个王用于听到这个结果就很意外了，不深愕然，就请教了为什么他能考上这个帝君就说了，他周集的父还有祖父都是读书人，无一字入宫门，就是这个家族从来不打官司的，从不奸淫一妇女，相沿三代人哦，你看积了那么多代哦，所以子孙能发达都离不开祖宗的保佑。像范仲淹他是明白人，他一发达告诉孩子，这个是祖上的庇荫哦，我不能拿去挥霍，我得以祖宗之心照顾好整个家族，这个才对得起祖先的福荫了。
所以我们呢，每一次回向啊，也要回向自己的祖先哦，这个恩德不能忘哦。哦，而且这个祖先呢，啊，有父亲的祖先哦，还有母亲的祖先哦，哦，还有奶奶的祖先哦，还有外婆的祖先哦，啊，因为没有这四个祖先，我们也生不出来。嗯，好，哦，未尝啊，行人一短，你看口德很好啊。啊，曝人一恶，哦，哎，这个都是厚道，厚道就有厚福。哦，所以格言别录说的，凡一事而观人终身。哦，你知道了这件事啊，会关系他人生的发展。众确见实闻，你真的知道看到，不可拙口，不要常常挂在嘴上讲。哦，刘耀说：“我跟你讲哦，这个人曾经入过狱哦，哦，你有可能呢就断掉他改过的机会了。哦，只要他已经啊服罪了，啊愿意改了。”你就不要再去讲他以前那些事情了，不然他就很难在这一方啊抬起头来了。所以古人说，看人要看后半段，浪子回头金不换。所以 不去曝人家之恶，都是厚道了，且其曾祖啊，哇，他的曾祖父啊，做白人说以劝人，感化者多啊，啊，这本书好像还有在流通哦，故其父子祖。孙以简净积福者六十余年，哦哦，他等于是几代人六十多年来最上应得的，等于做的这些事都是种下最上等的应得，哦，而且人皆不知啊，人家还看不懂，所以上帝啊，啊，客家驻昌三代，哦，所以上帝要特别加冕他们了，所以已经呢，哦，注定了他们昌盛三代，哦，所以这个现在这个州级啊。哦，考上这个解元呢，只是福泽报应开端而已了。啊，特福泽之兆端而然。哦，结果这个王用宇听完，哦，叩首，但他心里有疑问呢，马上问出来了。这个同色的鱼鳞啊，玉琮洲啊。这等于都还很佩服的人呢，哎，请问他们，哦，不知今年能不能考上啊？啊，结果这个帝君呢，检阅太原世子册啊，色弱不易云，啊，就是看完这个之后啊，脸色啊不是很高兴了。说了，这个鱼鳞呢，本来是可以考中的，因为他侍奉父母亲啊，腹诽，就是表面恭敬啊，内心埋怨。哦，这个我们都要反思哦。
们有则改之啊，无则加勉哦。哎，且惜客论人，就是讲话刻薄啊，苛就薄福了。啊，这谈论别人都很苛刻。哦，所以这个做事须替别人想，论人先将自己想。哦，这样不敬情理啊，而且啊，还妄以君子之命，觉得自己是君子，而且还享有孝子之名啊，这个都会折福报，名亦福也，享圣名实不符啊，福报就折掉了。哦，所以故触其科，他本来可以考上啊，被上天给削掉了。而且他呢，穷年潦倒，诸身兼矣啊！好，他在同学中啊，中年穷困潦倒，到最后了。哎，这个王用于啊，请问呢、啊，何谓父匪？帝君曰啊，比于父母。啊，言行举动，心则不然，但勉强不露声色，浮沉顺之啊，啊，真信日理啊，未以相与，是事亲如路人矣啊！啊，假行窃名，罪因神怒，啊，故而罚之啊。哦，把这个父匪讲得很清楚了啊，他对父母表面的言语举动啊，好像很孝顺，心实在是不然，只是勉强不表露自己的言语脸色，哦，表面上顺从了，但是内心啊，对父母这种恩情啊，渐渐离去了。那应付习惯了，啊，虚以应付啊，慢慢的对待父母啊，就像过路客一样，还假装有孝名啊，窃取名义，这个是最容易遭天神的愤怒了，啊，所以啊，才处罚他，啊，进一步啊，说到这个玉琮洲了。第二个啊，对我们也是很重要的提醒。其实这些对我们所面对的小孩啊，小孩子其实很单纯啊，提这些故事啊，他都会印象深刻的。啊，玉琮洲呢，生必异才啊，天生呢、啊、才能就很高。而且呢，26成进士，26就考上进士，30出头啊，因迁忠臣，当到忠臣的位置，45啊，进大司空，兼领司农、司寇、朱印，哇，这个权力很大了。54啊，以少保。治世，就是他当官呢，当到呢54岁，当上了这个少保的官职，然后到了69岁啊，善终。哎，哇，你看他的命多好啊！结果呢，从他17岁为诸生考上秀才后啊，恃才傲物了，因为有才能嘛。所以我们要注意哦，护念自己的孩子还有学生呢，富贵容易骄傲，有才能也容易傲慢，
这个贵啊，地位啊，富呢是有钱，容易奢侈；贵啊，有地位了，容易傲慢。所以其实教富贵子弟啊，比教一般的子弟啊，要难哦，要更留心哦，不然呢、啊，少成堕天星。小时候没有很好的引导啊，后面要改也不容易了。你看孔子这段话对我们教学也很重要。如有周公之才之美，那是把一个人的才能赞叹到很高了哦，使骄且令，他傲慢了，令法了，其余不足观也已。我们不想培养一个学生是，孔子说那也不可能有什么成就了，哎，所以对于才能高的，一定要引导他，不能傲慢，啊，要懂得感恩，培养他的人。也要教导他谦虚啊，结果他恃才傲物啊，邪虐讥谈，语多错巧，才能高啊，而且口才又很好啊，谈笑间都是讥笑别人，挖苦别人。这个语多凑巧，就虽然这些讥笑伤人的话好像很巧合，因为他脑子转得很快啊，大家听了都哈哈笑啊，但是音符就记录他轻薄口过的罪业了，而且呢已经满了2470余条，上帝震怒了，住于阴恶极中啊！好，都有记录了。而且啊，悉除所有，他所有的福报啊，都消掉了。尚不知悔改，假如还不知道改过的嘛，3000条，等于这个口过啊，满3000条。将夺其寿算矣啊，他就没命了，入尽人亡了。将入其子孙呢、啊，入盖极矣啊。哇，他的子孙呢、啊，要沦为乞丐了。哇，我们读到这里啊，我们跟祖先分不开哦，我们跟后代也分不开哦。所以伤天地之和啊。犯神明之忌，莫此为甚了，因为口过太容易造了。故其罪啊，与杀生邪淫等，耳背甚之啊。这个文昌帝君也是苦口婆心了。良久，过了一段时间呢，又接着讲了，真的是不厌其烦了。提到这个点呢，欲云淫杀口过啊，失数有报，不待言矣啊，这个犯邪淫杀生口过，无论多小啊，都是有报应的，这不用多说了。但是淫杀两业啊，自爱者由之境界。你看杀生、邪淫啊，知道自爱的人都不敢去做这样的事情。至于口头善笑啊，随意讥谈，诸隐贼心啊，习以不察。
就其颜貌心胸啊，尽成轻薄，鬼神希冀啊，都有记下来，啊，凶恶就相随了。哦，好，这个口头上不经意的，啊，这些讥笑啊、嘲讽啊，啊，暗中。会把人这种尊重别人的心啊给夺走了，成为习惯了，没有办法反省到了，最后啊就充斥在自己的心胸啊，表现于外貌言行，慢慢就成了轻薄的举动了，那这个鬼神都记下来了。所以《无量寿经》提醒我们，善护口业，不积于他过啊。而且这个犯口过啊，心一定啊不清净的。修行啊，最重要的目标啊，得清净心，心净佛土才能净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西方净土啊，极乐净土非悠悠善善所能至的，要多积功累德啊，积累往生之粮啊，更不应该再造业折损掉福报。我们看到这个玉琮洲，他口业太多了，所有的福报全部都消掉了。我们能洞察到这个言语对自己清净心的危害甚至于是自己厚道啊，就随着这个常常拿人开玩笑啊，这个厚道就消失掉了，变得对人不尊重了。我们修行人警觉性要很高，不然自己不知不觉呀，习气养成不知道。我自己呀，也感觉在台湾成长啊，看综艺节目看多了这个嘴巴有时候啊不经意就调侃人家两句这个成长的背景啊，台湾有好的姻缘，台湾也有一些自己不知不觉啊受的负面影响啊。万法因缘生，自己也是因缘所生的在台湾养成的好习惯要继续保持因为一些成长背景影响了也要下大力度把它改掉这个幽默都是开自己玩笑，决定不能开别人玩笑这样就不尊重了。好，这个天地有思过之神，我们从这个事例就看到了，看都算得这么清楚。这个下一个故事我们看到这个宋光孝安禅师，这个事例也是印象深刻他在定中见到两个僧人在谈话因为他有定功了，他能看到一开始谈话呢，天神拥护过了一会，请听久之散去这些天神就离开了，而恶鬼
唾骂。哎，接下来居然恶鬼过来了，唾骂，唾是吐口水了，骂他们了。哦，而且他们走过的路啊，他们都把它扫掉，来扫脚鸡呀、啊，啊、哦，就是很瞧不起他们了。哦，后来初定了，就问他们了。好，盖二僧呢、啊，初论佛法，次序，啊、哦，这个见阔，啊、哦，哦，就是见阔呢，就是啊、哦，互叙久别之情，哦，莫谈利养了，后面是谈明文利养。哦，所以谈及世事啊，尚被鬼神称责，鬼神生气啊，指责他们，况今人之身口意业，有不止此者啊，还不止如此了。现在身口意太放纵了，啊，其为神称鬼责啊，又当何如啊？亦可未知。所以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会感召。因缘过来，是感召佛菩萨来加持啊，还是感召恶鬼恶神来啊？这个都是我们一念之间呢、啊。哦，所以这个事例也给我们蛮重要的提醒。哦、好、哦，我们今天呢、啊、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哦，谢谢大家。